太极拳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，太极文化涵盖天地，博大精深，太极功夫奇妙无比，高深莫测。太极拳源于明末清初，为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第九世祖陈王庭所创编。陈王庭所居住的陈家沟就位于中原河洛文化发源地的中心地带，与该村隔河相望的伏羲观象台和与温县为邻的庆阳神农山二仙庙，是道教上清派创始人魏华存创编《黄庭经》的地方。丰富的地域文化使陈王庭主观与客观有机结合，在家传108式长拳的基础上，根据阴阳变化之理及天地旋转运行的规律，历经40多年的研究，经过多次的否定之否定，最终创编有5套拳和5套锤及双人推手等套路，在其族内经6代传承至陈友本时，陈友本将祖传的5套拳归纳为1套，即为一路，一路以柔为主，将原有的5套锤归纳为1套，即为二路，二路以刚为主，也称为炮锤。时人对此两路拳法简称为略，也称其为小轩，即太极拳小架。之后逐渐演变派生出武式、孙式、何式及呼雷架等主要流派。陈友本之略是太极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陈心及其先辈经验理论之大成，将其一生对易学的研究成果与太极拳理法相结合，并结合自身的实践与感悟，以易理说全理，从而完善了指导太极拳运动的宏观理论。陈心一生著作甚丰，其中以《太极拳图画讲义》为代表作，将家传绝学比之于书而无所隐，深入浅出，逐世求详，以绝世要，纪理交融，形成了太极拳的微观理论，系统地确立了中国太极拳的理论体系，对于中国太极拳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，是太极拳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。关于太极拳之道，陈心曾有精辟的论述，他说，太极拳之道，开合二字尽之，一阴一阳谓之拳，其妙处在阴阳互为其根。又说，太极拳禅思法也，打太极拳须明禅思法，不明此即不明拳。打太极拳不外乎一个圈，圈在太极拳运动中无所不有，转圈非用禅思法不可。初学时以手带身转大圈，随着功夫的提高，逐步过渡到以身带手，即为转小圈。陈心说，圈越小越好，圈小小的不可小，极小之中藏神妙。陈氏太极拳在习练过程中开合屈伸有度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手高不过眉，左右以鼻为中介，左手管左半身，右手管右半身，上体之手与下体之足齐，强调宁欠二分不过一厘，确保身法中正不过界，进退顺其自然，虚实阴阳互换，力如平准，活如车轮，强调整体协调，连绵不断，意气相随，形神兼备，上欲动而下自随，下欲动而上自领，上下动而中见应，中见动而上下合，以蓄待发，外柔内刚，含而不露，一动一静，一开一合，皆有自然之妙，尽显大雅之风规。陈东山，字太峰，1945年出生于太极拳世家，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19世太极拳第11代传承人，系陈氏太极拳图说原著者陈心之曾孙，编辑者陈春元之孙，参定者陈少栋之次子。
受家传绝学之熏陶，自幼随父习拳。1959年，得族叔陈克忠的悉心指教，兼学太极单刀、双刀等器械，同时刻苦钻研太极拳理论，对《陈氏太极拳图说》《太极拳图画讲义》的精要及太极拳发展史均有独到见解。1990年初，对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、抢救、挖掘，修复历代宗师墓碑、功德碑16通，复制历代宗师画像20余帧等有关文史资料，为向国家申报太极拳发源地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。2006年，将《陈氏太极拳图说》断句点校，改繁体字为简体字，竖排版为横排版出版发行。2009年，将陈新遗著《太极拳图画讲义》书稿进行搜集整理点校出版发行，为太极拳爱好者深入研习太极拳理论提供了方便。2008年，发起并组织在西安举办纪念陈新诞辰160周年大型活动，主编发行了《陈氏太极拳小架发展与传承画册》，受到武林同道的极高赞誉。多年来，在西安、北京、秦皇岛等地坚持义务传授祖传拳法，弘扬太极拳文化，先后在国际太极拳年会、中华武术、太极与少林、武当等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，其中多篇论文获得1等奖，得到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。1996年被评为国际太极拳名师，2009年被评为国际太极拳文化传播大使，其事迹载入《陈氏太极拳志》、太极拳优秀人才库等典籍，现任陕西省武协委员，焦作市太极拳研究会理事，温县太极拳研究发展中心顾问，陈新太极拳法研究推广中心顾问，上武太极拳馆名誉馆长，西安陈氏太极拳辅导站名誉站长。陈向武，字润英，1970年出生于太极拳世家，为陈家沟陈氏20世。其13世祖陈公照学术纯正，精于拳法。乾隆60年以其养生歌诀与力斗风牛而闻名天下，当时经太极拳名士多出其门。14世祖陈友恒、陈友本经太极拳尤得立珠，时人对其兄弟二人以余亮相称。15世祖陈仲深、陈继深文韬武略，智勇绝伦，皆因战功闻名于世。咸丰9年遇赐武节将军。16世祖陈新及其先祖经验理论之大成，将其一生对易学的研究成果与家传太极拳理法相结合，著书立说而无所隐，以义理说权理，从而完善了指导太极拳运动的宏观理论，系统地确立了中国太极拳的理论体系。其理论著作被誉为拳坛理论之丰碑，武林修学之经典。17世祖陈春元，学识渊博，文武兼备，技艺超群，各种套路与器械、推手与点穴法无一不精，于上世纪20年代先后在湖南、焦作等地设馆授徒，学者云集。18世祖陈少栋，受家传绝学之熏陶，博才多学，精于拳理。1929年即参与陈新著《陈氏太极拳图说》的修订。父陈东海深得家传拳理、拳法之妙用，功夫纯正，技艺精湛，门徒遍及全国各地。向武幼承祖训，尽得家传绝学之真谛，9岁即获河南省青少年武术比赛冠军，精熟家传各种套路，刀、枪、剑、棍及推手无一不精。1990年至今，先后在国际、国内比赛中夺得金牌20余枚、银牌30多枚。1992年即在陈家沟武术馆任教，
先后应邀在辽宁、江苏、南京、广东等地授权。1993年，应邀在广东汕头创办上武太极拳培训基地上武太极拳馆，所授学员30000余人，其学生遍布德、美、法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，夺得各项金牌400余枚、银牌300余枚，在武术界享誉甚隆，被奉为陈氏太极拳宗师，并为汕头电视台、汕头日报、特区报、都市报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。1992年被列入太极拳名师录《陈氏太极拳志》，1999年列入中国民间武术家名典。2000年出版《陈氏太极拳拳械推手技击教学光盘》，2003年出版《陈氏太极拳一路、二路国家竞赛套路》。太极内气养生功、太极单剑、双剑、太极单刀、双刀、太极枪、太极推手、太极球等整套16项教学光盘。2004年，上武太极拳馆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武术锦标赛，夺得传统太极拳项目单项冠军、集体项目第4名和第6名。2009年，被评为国际太极拳文化传播大使。2001年至今，先后在广东惠州、梅州、潮州、汕头潮阳区、澄海区以及江苏南京、山东潍坊、济宁等地分别开设上武太极拳分馆。现为国家武术1级裁判、国家武术7段、河南省1级拳师、陈新太极拳法研究推广中心主任、汕头市太极拳研究会会长、汕头市武术协会副会长、汕头市上武太极拳馆馆长兼总教练及汕头市太极拳总教练。
要学。预备式，两足并起，端然弓立，顶筋灵起，两臂自然下垂，两眼平视前方，自然呼吸，一手丹田。第一式，金刚倒对，屈膝下蹲，左脚向左开步，与肩同宽，两手相合，由左向右画弧，两手由下向左上合起，腰微右转，右脚外摆，提左脚往前开一大步，左手合于左膝上方，重心左移，左手由下向上画弧，右手收于右腰间，右拳领右膝提起，拳脚合力下震，与肩同宽。第二式，懒擦衣，右拳变掌，随左手由下而左向上画圆，右足向右开一大步，右手走上弧向右展开，与肩同高，合于右膝盖上方，左手叉腰，重心在右。第三式，单边，双手内合外开，同时向下向里合于胸前，左脚同时虚点于右脚内侧，双手自右向左向下画弧，右手变钩向右伸展，左手合于胸前，左脚向左开一大步，右臂由胸前向左伸展，与肩同高，与膝相合，重心在左。第四式，金刚倒对，右勾手变掌向下画弧，与左手相合，重心右移，右手向上，左手向下画弧，重心左移，左手由下向上画弧合住，右拳右膝提起合力下震，与肩同宽。
第五式白鹤亮翅，右拳变掌，两手由下向左上跨弧，左脚向左跨一步，右足向左跟一步，足指点地，双手立掌合于左膝上方，双手同时由上向右画圆，右足向右开一步，左足根部虚点，双手合于右膝上方。第六式搂膝拗步，左足向左平开一大步，双手向下画弧，合于两膝上方，再分别逆缠合于胸前，左手变勾向后，右手向右前画弧，立掌由下向上合于胸前。第七式出收，右手左引与左手相合，再向前转一圈，右足收于左脚内侧，退行一步，左脚根部虚点，双掌合力按于左膝上方。第八式斜行拗步，双手向右下画弧，左脚上步，左手相随，右脚上步，右手相随，左脚左侧前开一大步，双手交叉相合，再分别立缠，右手合于胸前，左手变勾向后，右手向右前弧，立掌由下向上合于胸前。第九式再收，右手左引与左手相合，再向前转一圈，右足收于左脚内侧，退行一步，左脚根部虚点，双掌合力按于左膝上方。第十式前堂拗步，左足随左手由里向外画弧开步，右足向前上步，右手相随。第十一式眼手垂，右掌变拳合于腰间，左手领左脚向前跨一大步，重心左移，右拳与左掌相合。第十二式金刚倒对，右掌右脚向右外画弧提起，合力下阵。
第十三式臂伸锤背折靠，右拳领右腿向上向右开一大步，右肘从右膝前下拦，左肘从左膝前下拦，左拳叉腰，腰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右肘向右发力，右手领肘向前引进，迅速向后折靠。第十四式指当锤，两拳由外向里合缠，右拳向右前，左肘向左后发力。第十五式肘底看拳，腰左转，左拳变掌向左画弧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右手由下向上画弧，左脚前点，右掌由腰间向左肘下相合。第十六式倒卷弓，右拳变掌向下画弧，左掌左足画弧后退，右掌右足画弧后退，左右足更迭退行不拘束目，以左行退行到后止。第十七式白鹤亮翅，双手由左下向右上画弧，提右脚向前上步，左足虚点。第十八式搂膝拗步，左足向左平开一大步，双手向下画弧，合于两膝上方，再分别逆缠合于胸前，左手变勾向后，右手向右前画弧，立掌由下向上合于胸前。第十九式闪通背，双手由左向右画弧，右足向前开一大步，右手从上向下至当前，右肩下闪，左手向左后相合，左足向前跨一大步，身向右后旋转，右手由下向上射起，握拳收于腰间。第二十式眼手锤，左足向前跨步，右拳向前与左手相合。第二十一式懒擦衣，右腿跟右拳向前上步，右拳变掌由下向上画弧至膝上方与肩平，左手叉腰，重心在右。第二十式单边，双手内合外开，同时向下向里合于胸前，左脚同时虚点于右脚内侧，双手自右向左向下画弧，右手变勾向右伸展，左手合于胸前，左脚向左开一大步，右臂由胸前向左伸展，与肩同高，与膝相合，重心在左。
第23式运手，一名左右云手，右勾手变掌，由下向上画弧，左手由上往下画弧，左手由里向外画弧，右足跟起，右手画弧，左足打开，左手画弧，右足跟起，右手画弧，左足打开，左右以鼻为中介，高不过眉，低不过脐，左右不越中介。第24式高探马，双手由上向下合力下落，左足向后退一大步，腰左转，右掌下按，左手收至左腰前。第25式右擦脚，左手左足与右手右足交叉相合，右脚上踢与右手互击。第26式左擦脚，右脚跟落地，腰右转，双手双脚交叉相合，左脚上踢与左手互击。第27式中单边，一名蹬一根，腰左转，左脚尖点地，双拳合于胸前中线，左脚跟向左侧蹬出，两拳同时向外发力。第28式击地锤，一名下眼手锤，左足落地，右足向前上步，左足再向前跨一大步，双手相随，左拳向左侧画弧，右掌变拳，由右耳边向下击打。第29式踢二起，一名二起脚，腰迅速右转，双脚左先右后向上跌起，右手右脚互击。第30式兽头式，一名护心拳，双足落地踏实，左脚提起与右膝相合，双拳相合于胸前。第31式左踢一脚，左足抬起向上踢，双拳左右两侧展开与肩平。第32式右蹬一根，腰右转，左足落地踏实，右脚提起，双拳合于胸前，右足迅速向右下用力蹬出，双拳同时左右两侧展开与肩平，老式蹬根为双手按地，右足向上发力蹬出，此法供学者参考。
第33式眼手垂，右足落地踏实，左足向前跨步，右拳左掌合击于左膝上方。第34式小擒打，一名小擒拿，右拳向下向上画弧，右脚上步与左脚前，左脚向前跨步，右掌由上向下击出，左掌相合。第35式抱头推山，双手交叉，腰右转，两手从膝下分开向上抱头，右脚向前跨一大步，双手由上而下向上推出。第36式单边，双手内合外开，同时向下向里合于胸前，左脚同时虚点于右脚内侧，双手自右向左向下画弧，右手变钩向右伸展，左手合于胸前，左脚向左开一大步，右臂由胸前向左伸展，与肩同高，与膝相合，重心在左。第37式前招，左手画圆，左手领左脚向前上步，左臂外拦。第38式后招，右手画圆，右手领右脚向后上步，右臂外拦。第39式野马分鬃，右腿跟右手，左腿跟左手更迭运转。第40式单边，左手左足到前落住，右足上一大步，右手由下向上画圆，左足收回虚点，双手由右向左画圆，左足开一大步，右勾向右伸展，左手变掌画弧拉开。第41式玉女穿梭，右勾变掌向下画弧，与左手相合，转身上旋，合力阵脚，双手上下画圆，右足前蹬，右肘后击，月步盘合，左掌右肘分击。第42式懒擦衣，腰右转，双脚扣实，右手向右伸展，左手叉腰。第43式单边，
双手内合外开，同时向下向里合于胸前，左脚同时虚点于右脚内侧，双手自右向左向下画弧，右手变钩向右伸展，左手合于胸前，左脚向左开一大步，右臂由胸前向左伸展，与肩同高，与膝相合，重心在左。第四十四式运手，右勾手变掌，由下向上画弧，左手由上往下画弧，左手由里向外画弧，右足跟起，右手画弧，左足打开，左手画弧，右足跟起，右手画弧，左足打开，左右以鼻为中介，高不过眉，低不过脐，左右不越中介。第四十五式摆脚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时，双手合力画圆，与右脚互击。第四十六式跌叉，右足落地，左足扑步，左手随左腿一起伸展。第四十七式金鸡独立，重心左移，左手下垂，左腿独立，右掌右膝提起。第四十八式朝天蹬，右脚右掌合力下震，左手螺旋上托，同时左膝提起。第四十九式倒卷弓，右拳变掌向下画弧，左掌左足画弧后退，右掌右足画弧后退，左右足更迭退行不拘数目，以左行退行到后止。第五十式
白鹤亮翅，第五式白鹤亮翅。右拳变掌，两手由下向左上画弧，左脚向左跨一步，右足向左跟一步，足指点地，双手立掌合于左膝上方，双手同时由上向右画圆，右足向右开一步，左足根部虚点，双手合于右膝上方。第五十一式搂膝拗步，左足向左平开一大步，双手向下画弧，合于两膝上方，再分别逆缠合于胸前，左手变勾向后，右手向右前画弧，立掌由下向上合于胸前。第五十二式闪通背，双手由左向右画弧，右足向前开一大步，右手从上向下至当前，右肩下闪，左手向左后相合，左足向前跨一大步，身向右后旋转，右手由下向上射起，握拳收于腰间。第五十三式眼手垂，右掌变拳合于腰间，左手领左脚向前跨一大步，重心左移，右拳与左掌相合。第五十四式懒擦衣，右腿跟右拳向前上步，右拳变掌，由下向上画弧至膝上方与肩平，左手叉腰，重心在右。第五十五式单边，双手内合外开，同时向下向里合于胸前，左脚同时虚点于右脚内侧，双手自右向左向下画弧，右手变勾向右伸展，左手合于胸前，左脚向左开一大步，右臂由胸前向左伸展，与肩同高，与膝相合，重心在左。
第56式运手，右勾手变掌，由下向上画弧，左手由上往下画弧，左手由里向外画弧，右足跟起，右手画弧，左足打开，左手画弧，右足跟起，右手画弧，左足打开，左右以鼻为中介，高不过眉，低不过脐，左右不越中介。第57式高探马，第24式高探马，双手由上向下合力下落，左足向后退一大步，腰左转，右掌下按，左手收至左腰前。第58式十字脚，腰右转，右手向下向上画弧，左脚向左前跨一步，重心左移，双手交叉合于胸前，左手右脚互击，右肘向上，向后转身，双手上劈下展。第59式指当锤青龙出水，右震脚，左脚向前跨大步，左拳下胯弧外拦，右拳斜由上而下击打，右足向上跨步，右拳画弧向上冲拳，左拳合于腰间。第60式单边，双手内合外开，同时向下向里合于胸前，左脚同时虚点于右脚内侧，双手自右向左向下画弧，右手变勾向右伸展，左手合于胸前，左脚向左开一大步，右臂由胸前向左伸展，与肩同高，与膝相合，重心在左。第61式扑地击上步七星，腰左转，双手变掌，上下画弧相合于胸前，重心右移，双手上下画弧打开，扑步下坐，重心左移，右手变拳，自下而上画弧合于左掌内侧，右足虚点，右拳变掌，双手由外向里向下发力，右足用力踏实。第62式下步跨虎，右足后退一大步，双手胸前平分向下跨虎至两膝上方，再向外而上跨虎，左手变勾合于身后，右手掌心朝外合于额前，左足虚点。第63式
摆脚当头炮，右手向左引左手相合，左足向前跨步，腰右转，双掌平落，右脚向左后插一大步，转身下坐，重心前移，双掌与右脚互击，右脚落回原地。双手握拳自下而上合于腰间，腰迅速左转，双拳向前合力击出。第64式金刚倒对，双拳变掌，上下画弧，重心同时后移，重心前移，双手上下画弧，右拳领右膝提起，合力下阵，收势，右拳变掌，双手由下向外向上画弧，合于胸前，呼气放松，双手自然下垂，右脚收回还原。